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方琼战队的陆明雪出场。 耶，来，小雪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明雪，今年23岁了。小雪特别可爱，她的性格好多人喜欢她。现在是学表演，在读研一，对吧？嗯，对的。所以未来你的人生规划可能会和表演有关。对，应该会跟表演有关。其实她爱好唱歌，专业是表演。 所以经常在我们舞台上呈现的是音乐剧，这就是音乐和表演结合的最好的方式了，一个混搭。嗯，对。那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来我带了一个小东西。哎，你们猜一下这是个项链？什么？这是个首饰，对吧？月光宝盒。所以你要带我们回忆的是《大话西游》。OK， 我现在看了，这个哇哦，海洋之心，对，盗版的《海洋之心》，正版的你就不用来参加我们节目了。那你说这个观众的记忆多深哈？真的，当年《泰坦尼克》，就其中的一样道具，现在在打开，大家马上还能够反映出来，记住这个名字。因为我印象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就在我们铁岭，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像现在的电影院。 就过去在我们小城市那个电影院，更像是一个剧院。平时可能还承办着就是每年的什么联欢晚会啊，什么学校的年会啊。然后我记着我是第一次在这个电影院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大片《泰坦尼克》，然后当时应该都好多人都不止看了一遍。而且这个电影当中有好多的画面，然后好多的台词，我们记忆犹新。来，方琼考你，《泰坦尼克》最经典的那句台词是什么？ 夹克，肉丝儿，你是说站在船头的那个吗？啊，我只知道摆着一个那样的姿势。哎，摆姿势也有台词。对，有台词。我感觉我要飞了。你跳我也跳。哦、什么在船头就要跳啊？哎，不是这个，你跳我也跳。这我知道。 杰克站在船头。I'm the king of the world。在这，我是世界之王。那他自己的时候，来看一下。 大了，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对老夫妇，躺在床上相互抱着，然后我觉得那个画面是特别能够打动我的。还有甲板上的那个小提琴的弦乐四人组，他们视死如归嘛，他们很对，不同年龄段感受不一样。刚才看着这么一个感人的画面，然后我们姜涛老师说这船是假的，好，多。 多煞风景啊！一下就让我跳出来了。我跟你说，姜涛老师，也就是您结婚早，您要是再晚几年，可能也很难找到女朋友。单身了，对对对。但是这个，因为电影当年上映很早嘛，对吧？我在回忆，我说看《泰坦尼克》的时候，我究竟是租的录像带还是 VCD？VCD。我仔细想了一下 ，VCD， 而且应该是两碟的。其实说到这儿，又有年代感了。那个时候我们看过的好多的大片都是在租碟店里面租到的。 我不知道小雪你小时候在国外生活，你们也是租碟还是买碟？我们当时候其实租了挺多的，然后我因为这个时候电影出来，我应该还没有出生，然后就是我妈当时候特别喜欢这个电影，然后她说那我们一起看这个电影，然后我们也会去，比如说唐人街的那个小店里，然后去租，比如说春晚啊，或者是电视剧，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影。这租碟经历咱评委老师都有吧，姐姐们？ 有啦，方琼姐租过碟吗？我没有租过，哎，我是租给别人。哎呦，包租婆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是没有事儿做，然后我就去到了我们当地一家这个音像店，就是那个店就是专门来租光盘租碟的。啊，就类似于像这种，就类似于像这，当然我们那儿比这个那。
没有这么凌乱啊。那时候我恶补了很多，就是故事片，因为人家通常你要推荐吗？你要推荐，这是讲什么的呀？那是讲什么的？这是谁演的？哎呀，就每天就光看这个。但那个时候，我在那儿上班的时候，有一点好，就是有很多那种大，就是那种大唱片嘛那种，然后有那个Michael 杰克逊的那个，有一大张全都是他的，还有邓丽君的。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是不能看故事片的，但是可以放这些唱歌的来吸引别的这个顾客什么的。哎呀，我就记得那时候天天看他们这些，特别享受。我和好多人还不一样，我到音像店我租什么呢？我还会租音乐录影带，会租演唱会。我租演唱会最多，学友的93年的演唱会啊，华仔的94年的，我会租。我们店就有，我们店就有，你可以来我们这儿租啊。因为包括好多人，刚才我讲说喜欢看电影，也是喜欢电影里的主题音乐。杨帆，我跟你一模一样，我们以前在台北还有那种 MTV 小馆，你们知道吗？现场租音乐碟，然后拿到那个房间自己看，然后那个房间有很好的音响，就好像你在看演唱会。就是我们现在的迷你影院啊，迷你影院吗？经典电影有好多主题曲，现在听起来依然我们觉得旋律非常的熟悉，太好听了。咱们小雪吧，作为代表，因为她英文好嘛，给我们唱几首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主题曲，好不好？有好几首，我特别喜欢很多老电影，然后比如说《热情似火》的，然后，那个《Enchanted》《人鬼情未了》这种，这种，还有一些老歌，比如说来唱吧。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木匠兄妹。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他的声音像 Carpenter， 因为这是 Carpenter 木匠兄妹的歌。那个杨帆是哪一个灯啊？现在叫，别逃了，别逃了，我做做思想工作，让他自己走吧。小姐，继续，好好听啊。嗯，最好听你没唱。Every sha la la la, every woe still shines.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 stars sing so fine. When they get to the part where they're breaking a heart,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It's yesterday once more.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好多经典的英文歌传入国内，翻译成了中文。对，但是也有一些是反例，中文歌由于特别火之后，然后翻译成了英文版本。比如说1993年张学友的《吻别》，哦，翻译成英文版本叫《Take Me to Your Heart》。对，会那个中间那一段。你不会的，我都会。好。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 i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 be true.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 is 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 Take me to your heart. 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Take me to your heart. 哇，就会一句，合作愉快。我觉得中西合璧很棒哎，好，好棒，好棒。我觉得这样给小雪留点力气，好不好？因为这个还有更经典的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就我心永恒了。接下来小雪将会把这首歌带给大家，期不期待？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